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询问了技术人员，他们说这次的融合生物虽然战斗力很猛，但是由于基因过于强大，导致病死率增高，这也是霸王哥斯拉的缺陷。哎，看来还是我们的技术不够成熟呀，安排运输机把他们拉走吧。可真快，我的天，这么多，来势汹汹，不愧是吴博士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孵化出这么多的神龙，想必这已经是谋划已久了吧。我们暂时撤退，电网阵能阻止他们进入的脚步，看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复活一只更厉害的生物，来跟神龙大战了。